谁呀、啊？大半夜了，别那么敲。嘉浩哥，你干啥来了？哥，你先穿件衣服。啊！我操，你等会儿，上衣忘穿了。啥事儿啊？大晚上？那怎么还拉个行李啊？这里头啥呀？衣服。衣服？你喝酒了？嗯。不是，你这啥节目啊？大晚上拿着行李来我家？你要在我家住啊？不，你真住啊？你别拿我开玩笑了。分手了，我没地方去。你分手也不行啊？那彤彤知道不得要我命吗？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他。这不是保证的事儿，那你不能让我先进去，外面挺冷的。哎呀，我说，停！你这啥动静啊？这旁边都是邻居，我。你先进来吧，换鞋啊，喝点水。因为啥分了？你都不知道，昨天他出差说今天给我补个情人节，好呀，我也觉得行。刚才我俩在分……哎，停！你说重点。我看他短信了，他订了两束一样的花，不一样的地址。我听明白了，那你也不能在我这儿，你不合适。你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地方？我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，我在这都不认识什么朋友。哎呀，你哭得太难听了，你，哎呦，哎停，你坐着，我打个电话。哎呦，不行，这事儿咋说呀？这不纯添堵吗？拉倒吧，别找事儿了，就一晚上，明天你该去哪儿去哪儿。那我睡哪儿啊？这沙发不够你睡吗？我是女孩子，这也不方便啊。你事儿咋这么多呀、啊？你求别人还挑肥。停！去睡我屋。哥，你这有别说话。谁呀？别出声。喂。我刚洗澡呢，你打电话干啥呀？啊，我想你了，就想你。嗯，你有多想啊？啊，特别特别特别想，特别想你。哎，要不我去找你啊？不行，我爸妈在家呢。哦，那算了。那要不然等他们睡着，我偷偷跑过去找你。别，你别来了。你不是想我吗？啊，那大晚上不安全，这么远，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找你。那行吧，那你亲我一下。嗯。你声音大点儿。嗯啊，嗯啊，晚安。你在这待着干啥呀？你有事儿啊？哥，你给我找件衣服呗，我想洗澡，我身上都是酒味儿。